秋冬，还是真白黑天空。我也。
第三遍了。你跟他说，你跟音乐老师说行吗？来，老师那个话筒声再讲吧。
道具就来了啊，也不让您这么难受啊。
哥，听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意思解释半天，你这孩子过。要什么都找后台问，道具魔镜。
谁？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。是的，她居然比我还美丽，我一定要弄死她。来人呐！哎呦！你是谁？
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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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济南把子肉，济南把子肉，陕西面，这也算片儿了这。哎呦，怎么中午又吃面啊？哎，原来他们演的真是小矮人儿呀。你说咱们说的前面那模样，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啊？关键咱当演员也不挣钱呀、啊，哪有群演发财的呀？哦，也是，男主角也没有找七个小矮人的呀。包谷大郎可就演了四把。城堡里有一个白雪公主，她要能给咱们当女主演，咱就火了。哎，那可是全国最好看的呀，那可是大流量。哎，还带资金组呢，这快拉倒吧，白雪公主人家。能跟咱一块演戏吗？咱怎么了？咱怎么了？啊！虽然咱名没名气，但是咱巨好啊！大王听说了吗？过两天从东边来一个白雪公主，听说吃了她的肉能。大家说这白雪公主好看不好看啊？好
用啊。你们孙子跟着起什么哄？哄哄哄哄哄哄！白雪公主，年底了，你跟猎人约在这里见面。我约猎人在这里见面。猎人呢？猎人，猎人！我也是个苦命的人。
你也是被王后骗到这里来的？你怎么听出来的？太惨了，你也太惨了。我说怎么打犯法死的？你可是你混回去，你怎么和王后交差呀、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想好了，这么，我呀给他来一红口白牙死人仗，不承认了。王后要是问我，都说我算他儿子。安安静静的活着吧，自生自灭了。嗯，我自己活着呀、啊。啊，你还让我给你啊？那还是你家人。我还是自己活着吧。狗子，谢谢你好心人。哎，不客气。谢谢你好心人。不用谢。我送送你。不用送。送送你吧。你。来送你边儿。一边都不要送了。就。别过，再见。就这么一个音准准的。这个白雪公主啊，一个人在森林里游荡。有一天，她偶遇了七个小矮人当中的抚顺矮人。老白，欢迎欢迎，
老三娘回来了，给你介绍介绍。啊，嫂子。我是白雪公主。啊，这白雪公主谁呀、啊？昨天给你介绍的那个。啊，那怎么在咱们家？他有个后妈姓杜，他在美国杀了，来我们家过两天。哦，老白。欢迎。哎，欢迎。俩都挺幽默，家人就这话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叔叔，你看这俩要回来了，给你们介绍介绍。嫂子，他不是嫂子。我是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谁呀、啊？昨天给你们介绍过了。那白凡家呢？他后妈进组，他在美国想杀的，来我家过两天。对，哦，老白。那这位是？我们回来了，不，都回来了。给你们介绍介绍，他是那个不是嫂子，不是嫂子，不是，我知道不是嫂子，你妈，你妈，你妈，他妈不是你妈呀，我妈不是你妈呀，我妈是他妈呀，他妈就是我妈呀，哦，白雪公主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你不知道吗？他后妈嫉妒他长得太美丽，所以他猎人追杀了他，没出国到咱们家过两天，这都不叫笨蛋。老白，哎呀，那行，这媳妇儿咱都到齐了。刚才没说完，那个猎人不是追杀我吗？还打了那个枪，那个子弹就满天飞，你这一定要保护好我，我害怕。什么枪子弹满天飞？加特林呐！一共就俩子弹都飞没了，我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。这子弹几盒学的不太好，弹那儿就往那边弹。哎呀，最近吧，咱们找找大师吧，咱家闹鬼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吓人吗？确实太危险了。这么着，咱既然哥几个都凑齐的话，咱们也都商量商量，如何保护我们的白雪公主。大哥，我觉得是这样。白雪公主她后妈要杀她，证明他俩人之间肯定有矛盾，一定要想办法化解这个矛盾，所以她要跟她后妈造成险。到现在有用的话，城堡弄那么多卫兵干嘛？弄俩果篮，他们也太好说话了。我先给你弄俩果篮，你坐那吧。哪有果篮不行的话，里头加点榴莲的呀。我妈可爱吃榴莲。那加点芒果不也一样？妈妈够想吃的，你带点水果。我现吃好吃的。谁还有没有好点的？是。大哥，我认为啊，要实在不行呢，我把他后妈娶了得了。要不办，我们两口到时候一聊，不就聊开了吗？你娶他后妈，观众弄死。无所谓那个问题，现在那才是一个逻辑问题。你娶了他后妈，那你都不是后妈，你是后后妈，这包袱皮儿得多厚？你这玩意儿都太厚了，都不亲了还能放进去？是这样这么一场。还是听我的吧，既然他妈要杀他，咱不能让他妈杀他，所以他自杀了。你上医院看看吧，多少你是胆点变态。既然问到我了，我就闭嘴。你说这一屋子人有没有一点能提个正常点方案的呀？还是我说两句吧。你看看，还是老七懂得多。一帮废物，解决问题你得先分析他的底层逻辑。他后妈想的没错，说明就是想他从活的变成死，而不是让他从死的变成活的。说你们他妈送果篮娶后妈这个都没用，最可气让他自杀，像话吗？一点脑子都没有自杀，他下得去手吗？就是的呀，所以啊，得我们弄死他。有道理，我觉得真是好主意。
性吗你？你看看这么多人，一点可建设性的方案全都提不出来，那我们只能啊无时无刻的不守在这个公主身边，我们要寸步不离的保护她，保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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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电话铃声。喂，王导。哎，哥哥。不忙不忙，不忙最近啊，档期档期有的是，这有多档期啊？哦，信息相继是吧？能去能去能去，都有时间。得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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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头看你去。对，回头回头给您看。来，过来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好，这有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咱们接着新戏呢。什么戏啊？七龙珠。演什么？龙珠。球啊，去不去？去啊，白去啊。
叫巫婆，在中国是叫孟婆。女的母亲太受罪了。
就打死了，彻底就死。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？要不然咱们跳个舞。跳舞行吗？咱们俩一块儿。我陪你一起。咱俩跳个舞。开始，放音乐啊，开始。说评书去了，阎鹤祥。